大家好啊，我是李家国 Yen 啊，今日 Yen 咧会介绍个海逸湾二期单位嘅。海逸湾二期共有12座1408伙，系2020年嘅下半年入伙嘅，发展商系益京。佢4.7万尺嘅会所共有30项娱乐设施，分别有钢琴室、宴会厅、麻雀房、儿童天地、烧烤场、乒乓球房、羽毛球场、瑜伽室、健身室有两个、跳舞室、室内外泳池等等。今天介绍的这个单位是海逸湾二期的252尺开放式紧厨单位来的，在香港地来讲是极之少有。这个单位的总长度长大约6.7米，宽度约2.7米，而楼高是3.15米。由于这个单位较为长身，可建造一房。窗口望出的景观是东南向的公园景，间开睡眠区位置可以摆到2至3人的沙发、2人餐台、衣柜同埋组合柜。睇埋个厨房先，厨房由于系紧厨嘅设计，令到油烟唔会熏至外厅。配备有焗炉、雪柜、洗衣机、煮食炉头有2个，洗手间系明厕。今日介绍的这个单位有没有想了解多些的地方呢？有的话随时联络我啦。